各位 FG 的网友大家好，我是李明川。在这个市面上、江湖上还有网络乡民们讨论度非常高的酵素洗颜法，你试过了没有？据我所知，在日本已经非常非常的流行，而这股流行也带进了台湾哦。而且利用酵素洗颜法可以让你的肌肤越洗越干净，更重要是你的肤质会越来越好哦。讲到酵素有88款，而木瓜酵素是我知道这个在去除老废角质啦，在去除脏污啦，稳定性里面最厉害的一个酵素。而且呢，酵素如果你是使用粉末状来做使用，你会发现它会自动溶解你毛孔里的脏污，帮你代谢掉老废的角质。像我自己在使用的时候，我会把它整个弄在脸上之后停留5秒钟，你会发现毛孔好像越来越小，然后脏污慢慢的代谢出来，这就是所谓这个酵素洗颜法里面最厉害的部分。洁颜粉要怎么样来做使用呢？首先呢，你要先把你的这个脸打湿，然后呢，在你的手上放上大概10元大小这个分量，这样子呢，就可以制造出绵密的泡沫。如果你想要更绵密的泡沫的话，建议你可以搭配起泡球，这样创造出更多更丰富的泡沫哦。而这样绵密的泡沫呢，里面的木瓜酵素，它可以真正的帮我们自然溶解你脸上的脏污哦。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的网友思婷的这个脸颊，哇，非常的干净，而且呢有透亮的感觉。我想知道一下，你洗完会觉得绷绷的吗？不会，我觉得就是还蛮保湿的，而且洗完皮肤有变细变嫩的感觉。真的，而这一款这个酵素洗颜呢，其实就是呢让你可以真正在洗脸的时候代谢掉你的老废角质。当然里面富含了高加索玫瑰水以及呢抗氧化里面最重要葡萄籽萃取，所以让你越洗越干净，更重要是你的肤质会越来越好，透嫩度呢也会升级哦。秋冬季节到了呢，就是要来做这个面膜保养法。那相信很多人在秋冬敷面膜的时候都有一种感想，就是哦好冰哦，哦水好多哦。不过现在呢，我要教大家做的面膜保养法就是温感泡泡面膜。温感泡泡面膜顾名思义就是会有温热效果的面膜，这是一款慕斯状的绵密泡泡质地的面膜，它的可塑性非常的高，适合任何的脸型，最重要你可以完整的覆盖你的毛孔，而且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友善，就算厚厚的敷一层你也不会心疼。完整的包覆力可以帮助你隔绝空气，再加上温热感觉，让你的肌肤温度逐渐的增加，带动肌肤的新陈代谢以及血液循环，这样子完全吸收滋润的养护成分，只要5分钟的时间冲洗掉，大大提升你肌肤的吸收力。没错，清洁就是保养的第一步，也是最关键的一步。只要做好清洁的动作之后呢，你的所有保养品才能够真正的吸收。而且呢，就像我们在画画一样，帮你把这张白纸先准备好之后，不管你是要画水彩画、油画或者是版画，都可以非常漂亮。所以各位网友们，各位 FG 的美女们，记得做好清洁就是你保养最重要的关键哦。